最主要是动作要相对小一点吧，因为对方来球会速度比较快，最主要还是要借到对方的这种力量跟旋转，所以说动作一定要固定跟缩小动作。快带的时候球板的控制力要更好一些，因为现在乒乓球的质量越来越高，所以说尽量要在中近台就要占有先机，像现在出的狂飙王三代底板，在球拍的中间加了两层波碳纤维，球拍的支撑力有所提高，借力又快又稳。